看台南这家便当店菜台上刷一整排鸡排便当，鸡排每一块都比脸大。这位同学边吃得边把鸡排移位，因为鸡排太大，挡住底下的配菜跟白饭 ，CP 值报告才70块，很大。有跟你的脸一样大，差不多。上面可能卖90或100，分量很足。巨无霸鸡排饭有三样配菜，一般起码90块钱，这家店硬是比人家便宜20元，肉大块，配菜丰富，也难怪没到用餐时间，顾客排队等上半小时也甘愿。经过几回了，搁来个肉卤的软嫩入味的排骨铺在便当上，饕客忍不住咬一口，口齿留香。主角是卤排骨，配角从淋上鸡油的白饭到用鸡油卤的笋干跟酸菜都是一绝，这样一大碗工才50元。我食米苏汤啊，瓜仔汤、鸡菜汤，安尼一顿较开起来，较65块。大一碗15块钱的味噌汤或鱼丸汤也才65元，就能吃饱吃巧。而且排骨先炸后卤，肉质 Q 弹咸香，让饕客一口接一口，超满足。记者嘉义台南综合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